奶奶是因为我哥的意外才去世的。什么？所以你哥跟你奶奶是同时？对。真的很对不起，真的非常对不起。听说次令昨天跑去泰安了。什么？泰安？是为了那件事才跑去那里吧？不会吧，都过了快十年了。次令，你在哪里做什么呢？你如果真的出了什么事，我以后会活不下去的。周一至周五晚间6点到8点，一零二实时做，加油我的人生。